足数百年渔村故事，澳门至尊级海鲜火锅酒家盛世登场，世纪为景湾海鲜火锅城，多款生猛海鲜顺酒醉影，仲有早午茶市、精美点心、南北粤菜，任君选择。订座电话853-2883-8068，地址澳门氹仔孙逸仙博士大马路289号宝龙花园地下 D 座。Hi, Edmund 你好啊，又是我这个信差啊，在恐怖在小这个节目里面做这个环节都做了一段时间啊，搞笑呢我就不太懂了，但是今天呢我都想讲一点贴题的东西的。嗱，又到十月了，早几天个月亮又有点古怪啊。哇，为什么月光变成红色的？哇，乜真的这么邪啊，月光有月经，一定有妖精。那正所谓月光变月经，一定有妖精，又差不多到这个西方的鬼节了。我相信这个月的月头呢，大家都见不少鬼的了，当中呢有夜夜都留在条街道的夜鬼啦，还有就是专门搞屎棍的内鬼，当然啦，不少得的还有就是晚晚在播在看的鬼王啦。至于这个不好意思啊，我都暂时未能够归到女，皆因呢做鬼生前应该都是人来的。好啦，入返正题啦，每年万圣节呢周围都会有好多 party 啊、化妆舞会啊之类嘅庆祝嘅。当然啦，唔少得嘅就有两大乐园嘅主题鬼屋啦。好奇怪嗬，中式嘅鬼节就叫人夜晚唔好出街，但係西式嘅鬼节呢就反而大肆庆祝。咁至于呢喺香港嘅主题鬼屋呢，我諗大家都应该去过㗎啦。如果未去过嘅，就是这样咯，来来去去都是那两三套板斧，真是一点新意都没有啊。鬼屋呢又逼到死，但是在我写稿的时候呢，我都想了很久啊，到底怎样才是一个好的经历手段呢？那其实呢，我又觉得怎样逼真的装扮、怎样好的布置和怎样好的声效，都是不及一个有代入感的故事那么好的。今次我要介绍大家去的地方呢，就是这个位于在山顶广场第一次来香港的 Fright Dome。 这间鬼屋带来有著名的德州电锯杀人狂，一个家传户晓的故事，和杀人小丑，一个有 4D 效果的主题乐园，都是乐园，不过这个乐园的小丑是癫的。其实讲得太多就等于人在 Facebook 度剧透子华的 show 的，那就哪里还好玩呢？不如听下他们玩过之后有什么感受。其实呢，鬼屋对于我来讲就真的不是太大感觉的，因为我每次玩之前都一直想着鬼屋里面的鬼都是人扮的，根本就代入不到，所以希望这个第一次来香港的鬼屋可以给大家一个新的惊吓体验啦。啊！佢啲稿又上翻去咯，啱好勁喎，黐線！佢低落，佢低落過一段時間嘅啲稿。嗱，我哋等下施工講嘢之前咧，等下先講，我講少少嘢先。我覺得成個今次嘅稿咧，即係好咗好多先咧。首先，係我以為播錯嘢先啦，我俾玩。唔係好咗翻，我覺得係有翻以前嗰個水準。唔係一開始佢講緊個 concept 就玩 Edmund 嗰個 segment 啦，但係下次咧可以問下 Edmund 先，個台佢嘅老細㗎，你問一問佢先啱嘛？我唔知佢介唔介意。充分扮，但係佢都唔介意 ，OK OK 嘅，都唔介意。但是 OK 好好玩，你玩完一次我聽你講嘢，跟住又抽少少水啦，即係代表你有睇新聞啦，咁啊即係人哋有共鳴先嗰個位，我覺得幾中意嗰個位嘅。同埋咧，跟住有一個位咪有 Kira Jo 嘅，我好難得覺得有個 Kira Jo 出嚟，係啦，好我覺得你好幾勇敢嘅嗰下，你喺啲 segment 咁留心聽你講呢啲恐怖嘢嘅時候，你加 Kira Jo， 咁我覺得 OK， 因為成個嘢都係恐怖嘢嚟噶嘛。
你玩緊個 email 噶嘛？我覺得而家加 Q 啦租嘅時候咧，我覺得非常之好。你嚇到我嘅，但我覺得開心啊！俾你嚇完，我唔會屌你。即係通常玩俾人嚇，俾 Q 租嚇到，我會屌嗰條友噶嘛。但我俾嚇完之後，我係開心噶，即係我好似真係玩緊鬼屋咁喎。因為中啊，嗰個出得嚟嗰個位好準啊。係啦係啦，跟住之後你介紹一個，我覺得。OK 嘅，我覺得今次係咁多次之中我最中意嘅一個嚟嘅。以稿啊，所有嘢啊，同埋一個剪接上係非常之上乘嘅。但係始終唔及上次訪問。係啦。個訪問我真係拍爛手掌。但係佢今次佢用揾第二嘢冚個訪問，就係佢玩咗個 email 嘛。所以。呢、這個 OK 嘅，依、這個不過咧，我而家開始要退啦。我喺度，我喺依度面前班門弄斧，你問一問阿子宇先，你覺得點咧？嗰、那個剪接嗰個嘢，或者寫個稿啊，成個 segment 你覺得點咧？教下小朋友。喂，其實我都係第一次睇佢製作呢啲嘅嘢，其實我真係覺得幾好嘅喎。係嘛？係啊，啱啱個驚嚇位咁樣啦 ，Killer Job，Killer Job 啊，我都覺得真係唔錯嘅喎。啊，唯一嗰啲咁你叫我咪要彈下咧，即係咁講。係啊，唯一就係做呢啲位一定要彈下。咬字咯，好似咁樣咁樣。咁我覺得咬字啊，啲唞氣、唞氣位啊，唞氣位都未講。的而且確唞氣位好勁啊，唔夠自然啊。唔係，因為本身有啲人係講嘢係會大唞氣位，同埋咬字方面的而且確都仲未好實，仲未好實。係啦，咁就其他創作啊、構圖啊各樣嘢咧，其實都真係冇挑剔㗎啦。係咯，唔係嘢師弟係咪？係咪好過阿靠嗰啲？即係嗰陣時阿靠依個年紀嗰時咧，初入行嗰陣時咧，係咪好過嗰啲咧？阿靠好像不太懂做这些东西即是我这里讲这里想到的阿靠阿靠做阿靠阿靠即是这样讲阿靠做分手也劲过很多你说阿靠呢最靓的什么阿靠最靓的新出分手 Seven 分手 Seven 六淫鼓淫鼓都不够劲淫鼓讲得很全神屌你是在分手 Seven 的那些跳楼死的故事你有听过那些跳楼死的故事几难劲我知道他成日寫呢啲咁嘅嘢咯，好即係好啦，真係不得了啊！你睇下講嗰啲跳樓死故仔啊！嗱，如果你講阿卡可以同佢比較嘅，因為我覺得唯一一樣嘢就係佢哋有各有所長嘅，就係阿卡演繹嘅手法或者卡把聲咧，佢衰衰地咧。因為佢把聲夠衰，反而演繹某啲嘢咧係特別到嘅，即係啲搞笑嘢。但係佢把聲係啱唱歌，你聽過佢唱歌未？我未聽過唱歌。佢張學友聲嚟嘅一個。哇！咁厲害，咁即係聽下。唔係你冇嗱，唔該，我哋試過今日。嗱，今次咧係點啊？今次係做得好好啊！就唔係罰你嘅，因為咧阿子瑜咧俾咗少少意見你咧，代簽入你袋，啱先。阿前輩未聽過。阿前輩未聽過。真未聽過。即係幾好喎！真係做得幾好。係啊，所以咧你要唱翻清唱一首歌啦，唔係一個 chorus 啊。因為佢把聲真係點首咩望月啊？咩啊？望月啊？呢首未聽。李香蘭啊？唔係嗰個年代有冇近啲啊？喂，近啲我又冇聽過。喂，不如你用張學友唱翻張學友嘅版本我真的受傷了。我真的受傷了。哦，好啊好啊，呢首好勁喎，真係。嚟，黐線嘅真係。有冇歌詞啊？有搞錯咁專業啊？你唔係就你揾噶嘛？啊！你喺前輩面前做我配談，唔可以咁樣噶。話翻俾你聽，冇歌詞，你梗係揾噶啦。你講下啲嘢啦，啱唔啱先？揾到未？未。但係真係好正呢個。但係我覺得貴嘅關貴屋好似貴啊，都貴啊，貴㗎貴㗎。山頂嚟嘅。係啊，山頂好貴啊。哦。唔係玩樂府嗰個咯，免費嗰個。好。好，嚟，好嚟一、二、三。窗外阴天了，音乐低声了，我的心开始想你了。灯光也暗了，音乐低声了，喉中的棉花糖也融化了。窗外阴天了，人是无聊了，我的心开始想你了。Kilo， 好嘢，来，今日算啦。清唱嚟讲，咁贵啦，今日清唱嚟讲，所以佢把声其实咧，佢把声系唔够衰，我觉得。其实我想讲咧，最近我哋发现咗阿恒咧，系有一个新嘅声音咧。是我哋未出過街嘅，佢好似嗰個係我哋咪後玩咗好耐，但係發現咧呢個聲我哋係
準備會做啲嘢嘅，但係就未公開得住。但係佢好正嘅，佢扮邊個似邊個，佢要王祖藍嗰啲質地嚟咯。係扮咁高高官正要係好似。扮高官正要好乸正佢。嗰把聲唔出得街住。係啊，好似期待，大家期待下，大家期待下。所以阿恆咧係有潛質嘅，係有潛質㗎。我覺得佢勁過。我啱想講佢勁過阿溝就係阿溝千里根咁，佢冇啊。系咯，呢个系嘅，呢个唔系呢度喺呢个节目都系包少啲嘢噶，阿靠靓仔啲咯，阿靠靓仔啲咯，咁讲咯，真系阿靠卖样噶嘛，屌，大家未见阿恒啊嘛，阿靠靓，有机会啊，有机会，我觉得。唔系咁啊，咁啊，费咗你咁耐，我哋不如做演员啦，费咗阿子瑜咁啦。但系今日都好多谢阿子瑜咧，过嚟同我讲咗，同我哋倾下电影啦。因为如果我同阿九嘅话咧，真系有啲班门弄斧，有好多好多实质嘅资讯咧，我哋唔知啊，即系可能你讲啲你讲多少少资讯嘅，讲冷知识，原来嗰啲日本即系。孔雀雲台咁樣嘅喎，真係好多謝你啦，咁啊，真係學到好多嘢啦，我頂你哋講呢啲啊，而家樣樣嘅，係啦，未係咁。嗱，佢嘅就唔關我事。佢咁話我，你講我先驚，就住阿思豪咁講啫，咁樣講。唔係啊，你冇提過我名，因為我唔會講呢啲。講俾你氣啫，屌！唔係咯，我驚講，我驚同阿，因為阿思豪，我覺得做在少係好，真係開心嘅。但係我驚阿思豪同我講，你諗到講咩未啊？咁樣佢同我講，我未諗。到跟住再打句子瑜喺度放心，我冇，所以我冇回覆啦。佢冇回啦，我哋大家都放心。咁我應該遲少都 OK。我哋放心咁樣講，冇事 OK 啊。咁樣講，咁我好多謝你啊。咁啊，講一講啦，你可以起邊有冇嘅咁我哋下個禮拜一咧，咁阿 Carl 咧就應該復翻回歸啦，會回歸。Edmund 都會回歸啦，大家到時。Edmund 咧都會喺翻呢個泰國咧，就會都會回歸噶啦。唔使再擔心係我頂噶啦。喂，同我話講埋，我下個禮拜三五都唔喺度喎。哦，點解嘅？我禮拜三我飛咗泰國嗰度。你飛咗泰國？我去，你去棺材啦！你去棺材我人生首次去拜四面佛啊！哦，喂，去棺材要還嘅喎，你每年都要去嘅啦，跟住。我另外已經買一張二月機票啦。哦，咁啊喎，但係拜去棺材 OK 喎。唔知喎，我睇下我去玩啲咩。移過雲啦，我再會。唔係，去棺材咧係等你死扮死一次，然之後等你重生啊！我都要死噶啦，揾個人妖翻嚟啦。O K 嘅，嗰啲人妖好靚噶。佢對人妖有個極度嘅厭惡。係啊，你唔可以講嘅。我真係咩真係？係啊，佢講真都咩，啲魚樣都變埋啦。喂，唔係講真嘅，青邁妹真係好靚嘅。我唔知啦，我真係嗱，我係真係靚，堅靚。我係第一次去泰國嘅啫，咁我就星期三，即係星期二嘅零嘅星期三嘅凌晨，咁就飛，咁就星期五嘅深夜，即係星期六嘅凌晨翻嚟。咁我到星期一咧，就同大家即係下個即係再下個禮拜一咧，就同大家講下，即係真係泰國我。自己玩咧，咁啊，誒唔係講泰國講鬼嘅啫嘛，講咩玩咯，你都可能講鬼嘅翻嚟啫，唔係咁大好難講，我覺得係翻嚟講鬼啊，翻嚟做嘉賓，唔係，不過點解？入在先，唔係未要一係再再先，但係今日聽到阿思瑤，因為佢原來佢第幾次都唔係淨係去旅行啦。喂，我哋竟然今次旅行咧係中曬所有嘢㗎，你真係冇得講笑。我 book 咗張間酒店，佢話五星級，但係500蚊一晚。其實我都有少少驚㗎。有冇寫啊 ？You are not alone。其實我都有少少驚。唔係 ，I know you。唔係 ，You need alone， but you are not alone 咁樣講。用泰文同你講咁樣講。係啦，咁啊，咁睇下去完旅行翻嚟，咁啊，講下你去泰國感受啦。咁樣講，咁唔緊要。下個禮拜咧，雖然冇思瑤喺度嘅，所以繼續咧會講思瑤壞話嘅喺度。OK 啊。繼續隨便。隨便啦，咁樣。咁啊，咁啊，今個星期咁多先，有少少預告嘅，咁啊就係遊戲人間嗰邊咧，咁啊 Tokyo Game Show 嗰啲得獎者咧已經公布咗噶啦，咁啊你同埋全部 PM 曬噶啦，啊全部 PM 曬噶，咁啊到時睇翻時間咧上嚟領獎啦，咁啊最後 The Sims 4依個 PC 版實體 game 嚟嘅話咧，仲有幾日時間俾你去留言嘅，冇錯，答問題嘅，咁啊禮拜二啊截止噶啦，禮拜一啊禮拜一啊一啊一啊禮拜一啊截止噶啦，所以咧盡早咧去留個言 share， 同埋預告埋禮拜二晚打咩？禮拜二打咩？The Evil Within。 啊，咁啊，大 G 打咩？咪佢同我哋一齐打咯。哦，打咩？打 Evil 会鬼嘢嘅，我知。啊，唔系鬼嘢，丧尸，恐怖嘅。我丧啊，又唔知嗰啲核突嘢咯。总之系鬼，好多血。系如果丧尸嘅话，睇 Jessica 斯嗰套咯。OK。喂，我真系想啊，临尾讲，我真系嬲咗。其实嗰个海报遮咩鬼咁啊？你一系就冇得出啦。咦系喎，你见过张海报未啊？冇见过。即系即斯哥嘛，系即系西九龙咧，同西九龙 cosplay 埋张电影海报嗰度嘅，佢后边啲丧尸打格仔嘅。吓？
点解嘅？我就想问你点解？你做咗电影嗰啲即系关即系我哋呢个可能系血腥咯，因为就系咩？就系即系譬如佢电影有啲几多级几多级嗰啲咧，就系觉得呢张海报太血腥。我知道Jessica斯好劲呢个级，但系佢条线又唔冚埋咁嘅喎，正啊！即系唔系冇嗰条线又冇人睇啦，啱唔啱先？咁大家有兴趣睇下 Zombie Fight 级咯。咁多先，多谢志远，好，拜拜，拜拜。